大家今天满足大家所有的要求。那我们少互握一下，握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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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握
现在感觉在台第二次婚纱照。来，下面这里，下面这里。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去探班了。哦，欢迎欢迎，随时欢迎。<笑>啊，我是很开心啊，而且本来今天呢，有一点以为会很累，因为早去迎娶嘛，但现在越来越亢奋，因为今天呢，去迎娶的时候呢，老婆出了一个难题，叫我。 rap beatbox，我快疯掉了，真的，我真的快从楼上跳下去了。对，所以呢，经过了那个洗桑温暖之后呢，桑温暖，现在整个清醒。第一个可以说一下。我觉得他应该是个巫师巫婆，对，做。然后呢，就我打球会。 掉指甲，因为呢会灰指甲，然后他都说不要扔，留着，我在那里拍戏，他知道说不要扔，带回来给我，我得把它消毒擦一擦回去，然后他在上面画东西啊，然后收集啊，然后晚上他可能对着镜子啊烧一个苹果啊，没有，我刚刚留着让他弹吉他用的，对，拿我自己的指甲当配合来弹吉他，对。